中哦，中哦，干啊鬼，整天给我卡丽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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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出货啦，有没有？关键的一波啊！GCS 2023春季职业联赛要开打啦，礼拜六2月25日下午3点开打，记得锁定直播。这季有 GCS 怪物新人，还有最老辅助 ABA 哦，真的是看一年少一年啦，可以去传说对决的官方 YouTube 频道观看比赛，也能搜寻脸书粉丝团 Garena 传说对决 eSport 也看得到哦。等下晚餐吃什么勒？你家晚餐吃什么？不知道欸，没什么想法欸。我现在都知道你晚餐吃什么。大小，我说晚餐吃什么，你说。就是牛排，就是铁板烧，就是那个鸡腿饭，然后火锅。火锅晚上比较不，我晚上我火锅都半夜而已啊。小花花，花花，再给一只小花花。我给你玩这只，我要玩那只的，我要玩最强那只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卤味，我好少在吃卤味。我很少吃卤味，但是也是不是也不是不吃，就是不会特别想去吃卤味跟麻辣烫。对，基本上路过也不会买。真的哎。副频打来我也不会叫。出货哎，卡墙，我可以直接上来点上来射他射他，First Blood 好像有机会，不知道，走掉到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是最棒的，我节奏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不要死，是 OK， 没办法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我想说把你勾，看你不会被他扑死。OK OK， 我就哦，拉兹，这波超赚，熊熊熊，这波很赚，这波很赚，没有没有没去，哦哦，卡利，卡利，哎呦 ，OK OK， 没事没事，卡利喷闪喽，再两个过来，还在冷却中，来来来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我来了，给那个萨尼是 OK 的，在下面走，下面走，凯撒被击败，中哦中哦，时间 OK， 干那鬼，受不了了，真的。等很久了，整天给我，整天给我卡莉莎哦，出货！哦，这里一样两个人，好爽哦！你看，各位，欸、这里有、哦、玩这角色，会被小丑压，不是很爽？嘣 ，nice！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 ，nice！ nice！ 这就是中路，中路是赢线的，我。打贝塔小丑会没在怕，知道吗？各位，这个萨尼辛苦了啊、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超爽，舒服，舒服，零四零零四了，各位，我回补，下路我来了，我跟大师来了，我上面追，上面追，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哎，大哥哥在干嘛？好丑啊，兄弟，这里。水谁好丑？他很丑、啊。我要做噩梦了哎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大招还在冷却中，丑到你了。他那个偏左，他现在会躲嘞、欸，受不了。对呀、啊。别想捣乱！哎、欸，别想跑！哎、欸，他又在给我拉掉，林南。蓝 buff、啊。回缸欸，把他拉掉。先吃为敬。再给你吃的，我在直奔。就地我方防御塔。从猫往上。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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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，一定要挺我！我在这个死穴里，各位。你知道？他。你知道什么吗？被燕娜切了。什么队怎么在？咖喱亚嘛。没事，还赢5000，可以4000。我还赢，还赢那么多。还有那么多人，我慢慢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慢慢来。本钱很足啊，可以呀，本钱足，本钱足。我再带那个死穴里，咖喱亚妈，刚好他要解控，没解控就稀烂了。压压上路，他感觉轻中很慢，不，他感觉下路有下路下路兵下路兵。我要手上，我要手上。我们
们下路直接钢技龙。看起我的脸，没人点塔、欸。对啊，打一波。我见他把死去哪？我看到。一起的靠。我过不去哦，我上路还波兵哦。兄弟，兄弟，我赢咒力呢，兄弟。看不会掉，看怎么搞的，好像我又没屁用一样啊。扎小吧，继续忙没关系。快啦，对你的瑞，对你啊。继续忙没关系。来救谷，来救谷。这样子换一个线，这是不是很舒服了？我来了。那卡莉又躲到最后面，有够难勾的鸡排。我甚至有点生气耶！他妈，还是没有。OK， 我错了，拜拜。没人进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哇，他脚碎了。你很疼哎。喂，杀！夸张打夸张哎。那刚刚那闪避怎么没有把你劈死啊？有啊，有劈到我，没有死啊，我很厚啊，命很硬的。应该不是剩一小格吗？我的咖喱阿妈，别想收我头啊！那还要看一下，这边那边死去哪？哎，出货嘞！OK， 出货啦，阿伯！有烈焰弹，我看到，看上面不行。我出货嘞，都是。出货了啊！没解哦，25秒，二十五秒。东路，东路，东路，二塔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礼炮的祝福。啊！出货了啊！傻尼，傻尼，你很准哎、欸，大小。中火兵，中火兵，中兵。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他没喷的，他死了。下边，下边，下边。出货嘞！我解，我解，我解！装我兵，装我兵，装我兵！我点好，我点好，我点好！出货了吗？没有。解放，解放！我们没有队友，出货了！出货了，没有了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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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小丑。我出货了，没有票真的很酸。我回家，拜拜。出事了，阿贝。哎，下路，下路，下路。我走，走，走。封城，封城。啊，出货了，有没有？轻轻松松啊。哎，对面是电脑，是不是？嗯。羞辱极强啊！然后说，对面其实是演员啊。刚输太惨了，我请个演员来消消气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解放解放！啊，出货了，兄弟！哇，对面是电脑，是不是？怎么那么好勾啊？靠！受不了，受不了！我方中路超级兵出动！阿里阿妈，你鬼刚你、啊、！OK OK， 简单啦！哎、欸，卡莉，好气！找对，好不要，谢谢。零一死魂轮鬼，可以，够了，够了，关键的一波啊，有没有？够了，够烂嘞，这是他妈够烂嘞！前面已经很够了，前面都乱到他蓝区了，他蓝 buff 不知道。他们闪现撸一撸哎，刚起来哎，熊猫第一段卡墙他就尴尬啦，哎，其实他就不要挡就好，我只想勾个蓝 buff， 自己过来没有勾，他应该心态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什么南西场好看的吗？今天有什么好看的吗？的场好像没有哦，都很硬哦。嗯，我最近打到不知道南西场好看哎。所以要剪片的话，你们会哪一种比较好看？